土豆。啊，叫我干嘛？哦，呵呵，不是，你别吃辣的了，烫伤还能吃辣的啊？哦，所以他真的不想吃辣。他有围裙吗？有，厨房的。你们要吗？我还好。我是不是得要？不行，我得要，你给我拿一个吧。利用谁说话他都听不见，只有万万说他有反应，其他人他都屏蔽。好可爱，给我拿一个吧。给，谢谢。你这个白的你不要一个？他，你这白的你不要一个？哟，你拿了是吗？那我再拿一个吧。谢谢。尝一下。你吃的是辣的吗？当然。怎么样？当然，他们都看到我煎的辣的，感觉很轻松，就一完全没有辣的感觉。哦，那把汤喝了吧。感觉有点辣。哎，我给你下点白菜。我要尝一下那个黄灯笼那个辣椒。唱音乐剧的不能这么费嗓子吧？那还一直看着妈妈。对的。等会儿你慢点。你慢点。吃死量了现在。真的假的？Ready to go， 来吧。哇！哇！哇哦！哎，这真不辣，两勺半没问题。哎，开始装上了。已经不行了，因为他吃了辣，然后得到了万万特殊的照顾，他就觉得说，那我也吃点辣。我又，你捕捉到了吗？我捕捉到了。可爱，他好可爱。但我感觉李聂的喜怒哀乐都比较表现在脸上。对。哎，搅拌可以这么搅拌？真的吗？司马糖。他俩在这边开小会了，已经。对，他们俩已经私聊了。那我觉得他很着急了。我需要帮助。哦。这是啥？麻将。Thank you。别放这么点。你下去。怎么了？下去。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，走路都不方便了。这烫掉皮，它都不是说起泡的那种程度。他喜欢的人一直跟别人聊，就哎呀，虽然说没到很失落的地步，但肯定是有点不高兴的。本来我身体就不舒服，对，就觉得这顿饭都是从后脑勺咽下去的，后脑勺咽下去，就是觉得就这个饭就食之无味，就后脑勺咽下去的。他人呢？他人怎么不见了？
我去看看他啊，他毕竟腿伤着，我看一眼。你干啥了？腿不舒服是吗？对，爸爸，我看我帮你看看。没事，我刚去弄了一下。我是觉得你连坐着的最好是不要，你就是要给他晾着，你知道吗？像你晚上睡觉前，比如说今天晚上睡觉前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你就趴床上给他晾一会儿。嗯。哦，是有点辣，是有点辣，我接点水的，接点水。哦，他也去了，根源找借口去看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他腿有点痛，没事。你就是因为吃了那个辣的，你不能吃那个辣的，你有药吗？他真的是这么细腻的人吗？我有药，我有药，你过来抹一点那个药，那个防感染的那个药。不是，我已经去医院贴过了。哦，是吗？听专家的，听专家的。我们先上去，慢慢挪，慢慢挪。我下面接着你，没事啊。你别吃辣的了，烫伤还能吃辣的啊？哦，所以他真的不想吃辣。哎呀。我们错怪你了，根源。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对，刚才还说他不好了，啪啪啪打脸，打脸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抱歉。你好棒，我为你打 call。好感倍增哎！我还有跟回来了吗？他就是默默的跟在后面。他上来了吗？走，你慢慢走吧，你挪那么慢，你还等他？你跟我奶奶似的。好了，我恢复正常了，只要不用台阶就行。Are you OK？ 其实杨洋也关心，他问了一句 Are you OK， 但是又不敢直视他。对，还行，嗯，还行。缓过来了吗？是我到的那边了。好。没有，咱有饮水机。哦，有饮水机吗？哦，我还到二楼，就在这旁边。我还去二楼。哇、哦，他做的所有的付出，他都不承认。对，根源，我爱上了。我真的觉得根源突然变得好帅。哦，这一下有被暖到，他没有直接说。这个有点厉害。哇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个我真没有往那儿想，但是这一圈是不是绕的有点太大了？这女生能 get 到吗？她帅的点是我不在乎你 get 不 get 到，我是先保护你为主。对，我不管你 get 不 get 到。然后我让她别吃辣锅。哦，对，不能吃、啊。牛羊肉是不是也不能吃？你吃这边不辣的呗。你暖到了，暖到了。谁煮西兰花？谁煮西兰花？今天终于可以出场了。眼睛往左边看一看吧，看根源。他接下来就把菜加清饭锅里了。对，哦、对，赶紧。闪光哎！辣的也给你们下点，可以，谢谢。王强，本来最想吃辣的一个人，现在吃不了，现在只能吃不辣的。哎呀，对，看看这位暖男。哦。他也在关心他了。哎，别盯了！哎呀，往那边看。哦，对。那个紫薯粉。我刚刚吃了，可是我觉得清汤锅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哎呀，因为他还是没看懂他的举动。真的很难懂。好想要告诉他。So I beg Cupid for at least a second chance, but he shot me with his arrow and I learned how to dance. I found. 叫我干嘛？土豆啊！哦，秋天的 potato。叫我干嘛？哇哈哈！啊，叫我干嘛？哦，不是，这个小表情。哇哦，怎么吃个饭这么精彩啊，真的很精彩。土豆应该能吃吧？
土豆应该能吃土豆了。土豆应该能吃土豆了。他就认真吃饭，当然听不进去任何人说话的。